接下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2022爱在我家幸福成家，嘉义市第40届市民集团结婚，今仔日伫森林之歌举行甜蜜的婚礼，总计有46对的新人参加，由嘉义市长洪炳辉担任证婚人，嘉义市议会议长郑宏安担任主婚人，姊妹市新竹市副市长沈惠宏担任介绍人，新人欢喜的步上红毯，现场充满着甜蜜温馨的气氛。嘉义市政府为着要让每一对参加集团结婚的新人，拢拥有一生难忘的浪漫婚礼，特别选择了象征嘉义市历史人文意涵的松南之歌来作为婚礼的会场，让贵宾和亲戚朋友做伙来见证新人的幸福时刻。新郎骑着象征福利幸福的虎年公仔灯，牵着新娘做伙共同走向舞台进前，来接受市长吴敏辉和贵宾的祝福。看到一对一对的新人走过来，我们想，真的谢谢你，把最美的时刻、最好的时刻，然后都留到这里，然后让幸福、美丽，让所有所有的快乐继续要延续下去。好不好？好，真的，当然最重要，最后还是要感谢所有恭喜我们的家人、新人的家属，给您恭喜，真正，我想新人在这个家，因的幸福、因的快乐，就是因为你重视教育、重视家庭，让因人生当中会当拄到真多真美满的代志，拄到安尼上盖着的人。你继续人生，会当继续行落去，让我们用爱，我们祝福大家顺利圆满。今年的集团结婚除了有市长吴敏辉担任证婚人，也特别邀请到嘉义市议会议长郑宏安担任主婚人，嘉义市新竹市副市长沈惠宏担任介绍人，为新人献上祝福。这一届的集团结婚，包括嘉义市政府、市议会和新竹市政府，拢提供礼品予参加集团结婚的新人作为贺礼。阁有嘉义市神风庙所准备的祝岁牛牛加奇贵的金硬币，嘉义市地藏庵的玫瑰对杯。伫咧礼成了后，新人嘛伫咧亲戚朋友和贵宾的陪同之下，在松南之歌翕相，为爱在我家幸福成家留下上美好的见证和回忆。最新新闻就。丁孙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。